本期话题：白花蛇舌草的功效与作用。王世静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。白花蛇草呢是常用的一种清热解毒药，主要是对各种热毒性疾病，尤其是胃肠的热毒，对口疮啊、口臭啊、大便秘结啊，或者是肝胆湿热啊这种情况，一般都用白花蛇舌草。对于胃肠功能的调节呢，也非常有好处。它通过来达到就是说健脾和胃的目的呢，改善胃肠功能，这是它的主要功能。另外呢，现在其实研究白花蛇舌草之所以比较用的比较多，是因为它的抗癌作用应该比较用的比较广泛，但是更多时候还是考虑它的清热解毒、利胆祛湿，这个是它的最主要功能。进一步呢，就是说它有抗癌作用，提高免疫力，调节免疫功能，然后呢，就是说达到就是说抗癌作用。